今天是星期天，你不在身边，起床时间是10点半，没有你的日子我有点烦，作息时间有点乱，我走了许多路，过了几座桥，到了我们常去的小饭馆，我不用再问你今天吃什么，我可以说了算，点了一碗面条只要9.8块，我不要加煎鸡蛋，没有你我真的有点不习惯，一个人来吃午饭，你总习惯馄饨里头加个蛋，放多少醋你也不嫌酸，加多少辣椒放不放大蒜，我自由，我自由的不习惯。